狗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说你吃大份，我吃小份，你还上来抢，你是人吗你？一吃饭你给我俩磨叽，磨磨唧唧干啥呀？快吃你的得了。我吃啥呀？妈，你瞅瞅你儿子，把我饭全折了，你说我吃啥吧？人家这有份剩饭，一吃饭就吵，一吃饭就吵，瞅你我都闹腾。那也不能怪我啊。嗯。干哈？起来。啥也没有，我就放心了。干哈呀？你这不留后手了吗？你说你给我扎我啥呀？叫我俩撒欢一天呢，这玩意儿，你是不是给我俩整事儿呢？那是我自己瞅，你赶紧给我留口，你给我留一口，留一口，留。真香，哎呀，你别笑，机会来了，真香，哎呀。你那啥味儿的呀？你那不有吗？媳妇儿，你这米饭用啥给我炒的呀？外婆菜呀。这么炒这么好吃啊？以后就给我这么做啊。我没听见。姐妹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全家都比较喜欢吃的仓厨家的这个外婆菜啊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没吃的家们，我真的建议大家去拍单尝一尝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有萝卜、芥菜、雪里红，没有添加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啊，全家呢都可以放心去吃啊。而且呢，它是吃起来鲜香浓郁，干净无沙，直接呢开袋之后就可以用它炒菜了。我们可以用它炒个菜呀、炒个饭呐、炒个鸡蛋呐、炒个蒜苔、炒个肉都是可以的，拌饭拌面更是绝绝子啊，不油不腻啊，特别的好吃。今天太合适了，之前9.9给大家发这个两大袋，我已经觉得很合适了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9.9都整整到手这个5包啊，太合适了，需要家们抓紧去拍吧。你吃没吃饱啊？这回我可是吃饱了。你吃饱，我可吃了啊。你快吃呗，就闲着吃。哎呀，彪。你咋这些红烧肉呢？我咋知道啊？哎呀妈，我防不胜防啊！今天你一口你都吃不着，给我！你是不是不想费脸呢？